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弄了一条草鱼，来我们来做一个酸菜鱼。处理好之后，用干帕子把上面的水给它抹干。腌鱼的料包给它放进去，蘸点料酒，搅拌均匀，腌制十分钟。放入铁锅，起锅烧油，下入这个酸菜鱼的酱料包，放入酸菜包。好了，这个可以下鱼了，下入鱼头。最后下入鱼片，再煮两分钟就可以吃。撒上葱花，可以开吃，尝一块。鲜香美味啊！有喜欢老铁可以试一下。我现在开始吃饭了，拜拜。